はい。大家好，新谢国际自动车大学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刘广，来自中国吉林省，目前在北海道旭川市丸津金田自动车就职，来了目前有两个月左右，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，所以说大家有想来的，在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争取学到最好，把该拿的资格都拿到手，加油，谢谢大家。